点 Tower of Secret 上海演唱会。那么能不能给我们在座的中国的媒体，还有有没有特别的地方希望介绍给广大的中国的观众？そうですね。やっぱり演出の面はすごく細かくド派手に練られているので、ぜひ注目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あとはやはり基本は歌なので、歌をまあもちろんのこととして演出や、そうやってステージを楽しんでもらえたらなと思います。当然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导演的部分。特别是很多细节细微的地方，还有就是一个很绚丽的这样的一个演出。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这个我的歌唱，那么在这个听我的歌的同时，然后呢让大家能够非常愉悦的来享受这样一个感官的盛宴。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滨崎步小姐来到上海站之前呢，已经经过了台北站和香港站的演唱会。那您自己觉得在华语地区举办你的演唱会，感觉和日本有什么不一样？台北と香港の、そうですね、ファンのみんなはすごい熱狂的というか、パワーがものすごくて、日本で私のステージを見に来てくれるお客さんたちとまた違うところで。リアクションをくれたりとか、そういうのがすごく私自身楽しかったりとか、エネルギーになったりとかしたので、上海も楽しみにしています。台北和这个香港的演唱会，底下的观众非常的热情，几乎有点狂热，和我在日本演出的时候观众的反应的完全不同，让我有一种新的体验，觉得非常的高兴。那么我也很期待在上海的演唱会。这一点我觉得滨崎步小姐不用担心啊。一般来讲，我们的媒体的朋友比较礼貌，但是在上海的演唱会的时候，你会听到上海的观众排山倒海的欢呼声。停啊！你看，一直在录啊。我们都知道说这一次的演唱会的整体的概念和很多这个实际的制作的工作，滨崎步小姐自己都亲自参与了。我想大家媒体的朋友也都知道，演唱会的一个策划的过程相对来说是非常辛苦的，能不能这个其中有些感想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そうですね。そうですね。最初から自分で作っていくのはやはり大変ですが、でも。それが最も楽しい時期でもあるので、もしかしたら本番よりもその準備段階の方がすごく私は好きかもしれません。从头开始参与，这样演唱会的整个过程虽然很辛苦，但是真的是非常的愉悦的一件事情。可能比起这个正式在舞台上演出，也许我更喜欢做这个准备的这个工作，整个这个策划的工作。那能不能透露一下整个策划的工作的时间有多长？为这次演唱会？是的，去年的10月ぐらいから準備始めたのかな。あまりちゃんと覚えてないですけど、そのあたりだと思います。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大概应该是从去年的10月份就开始投入这个准备工作。其实很多朋友都非常期待看滨崎步小姐的现场的演唱啊。那同时我们也都知道呢，您刚刚推出了两张最新的大碟，一个是 Secret， 还有一个是精选集 Best Two。不仅在方面也得到了肯定，同时在全亚洲的销售成绩也都非常的好。那我刚跟这个主办方在聊天的时候也知道，您这次亚洲巡演的演唱会门票是一售而空，包括上海地区也是来自己所取得的这些成绩。そうですね。やっぱりそのすぐにソールドアウトしたっていう話を聞いた時はもちろんすごく嬉し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やっぱり驚きの方が大きかったですね。あ、そんなになんか待っててもらえたんだなと思ってすごいびっくりしました。嬉しかったです。听到这个票子
一售而空的这样一个消息的时候，当然非常的高兴，更多的是一种吃惊啊！真的，大家能这样的期待我的演出，真的很高兴。冰心木小姐，这一次在上海的演唱会啊，今天是可以说第一次和媒体的朋友见面，就一身旗袍让我们惊艳啊，因为旗袍是中国很传统的服装。那我不知道在这次上海的演唱会的过程当中，您在服装上面会不会有更多的让我们惊艳的地方？有没有更多中国的元素会在这个演唱会里面，在您的服装里？そうですね。衣装はもちろんすごくこだわって作っていますし、早替えもたくさんあるので、それも魅力の一つだと思っています。楽しみにしていてください。服装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我对服装一直要求很高。包括换很多装的部分啊，这个呢是演出当中一个非常有魅力的部分，希望大家能够期待。好。我想的确所有的朋友都会期待整个这一场演唱会。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在时尚方面呢，冰淇淋小姐一直可以说在亚洲地区保持着最新最快的这种潮流的感觉。可是要捕捉潮流的感觉其实是相当难的一件事情，能不能透露一点你的秘诀在哪里，怎么样的却始终能够把握住一种潮流？ファッションに関してはいつも本当に自分の好きなものを着ているだけで、あんまり流行とかは気にしたことがないんですが、それを皆さんに褒めていただけるんであれば光栄です。对于这个时尚，对这个服装，我只是穿我自己最喜欢的衣服，并没有特别注重流行的部分，但是能够得到大家的这个认可喜欢，真的很感谢大家。这个问题我想再问的再细致一点啊，我们很多人获取时尚的元素是从时尚杂志里面呢，或者是一些fashion show 里面去捕捉灵感，你是从哪里去得到你的灵感？そうですね。特に雑誌だったりとか、ショーだったりとかっていうことよりも、自分のスタイリストさんだとかデザイナーさんだとかと普通に話し合って、本当に自分が今何を着たいかっていうことだけを考えて、それを一番大事にしています。比起这个从杂志啊，这个分售啊，更加对我来说更加多的是和我的这个造型师啊，和我的设计师啊，就是说我自己最想穿的，非常自然的从心底里发出来的这种感觉可能最重要。来自心底的东西往往是最容易感动人的。那么冰淇淋小姐从出道到现在呢，几乎所有的歌曲都是你自己包揽的作词，你的词也得到了很多很多女性的共鸣，那这种灵感是来自于哪里的？也是从心底流出来的。そうですね。もちろん実体験もありますし、あとは自分の身近な人の出来事だったりとか、常にだからリアルということは、リアル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は常に頭に置いて作るようにしています。だから空想の物語みたいなものは一つもないです。可能最多的是，当然有自己的体验，还有周围的、身边的朋友的各种经历。最关键的一个字是真实。那么，所有的这个歌词我写的都是很真的。那么，完全空想出来的东西一个也没有。那您写词是属于很快的那种？できません。没有那么快。一般一首歌词的话大概会写多久？その時期の重なって他の仕事とかにもよりますけど、大体
例えば、一週間作る時間をもらっても、最後の一日とかで、もしくはちょっとはみ出て作る感じです。当然这个每个时期的工作的状态人状态都不同。比如说如果有一个星期给我写歌词的话，可能一直熬熬熬熬到最后一天把它写出来，也可能还要再超时。我们可以看得出滨崎步小姐对于自己的作品的非常的认真的一个程度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滨崎步小姐应该不是第一次来上海做演出啊，因为曾经来参加过一个颁奖典礼，来做过这个表演的嘉宾。那这一次呢是完全的第一次的大型个人的演唱会。那我记得在我的印象当中，所有来过中国做演出的日本的歌手来讲，天后级的歌手也是第一个。那所以我想问一下，在未来你有没有更多的计划来开拓中国内地的市场？そうですね。やっぱりもっと日本はもちろんですが、日本だけじゃなくアジアのファンのみんなに会える機会を増やしていきた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す。当然。不仅仅是日本，我希望能够和这个整个亚洲的歌迷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能够带给他们更多的这样的演出。但是现在有一些歌手啊的做法是，他开拓这个市场的话，他也会学一点这个市场的语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学中国话或者上海话，因为两天之后你就要在舞台上和上海的观众做交流。中国語は、ライブの MC で話したかったので、台北に行く前にちょっとだけ覚えました。中文因为为了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和观众交流，在去台北演出之前呢稍微学了一点。可以在现场用中文问个好。大家好，我是 Peachy。相当相当的棒啊！那上海话还没有学哈、同じだと思ってました。我以为是一样的。哦，不一样。上海话其实在语感上听起来很接近日语。真的非常像，我可以说一句上海话，你听上去完全像日语。じゃあライブまでにちょっと勉強してみます。那在演唱会正式开始之前我一定学一下。好，我现在说一句翻译翻给你听，是翻给你听中文的意思，您懂上海话吗？OK， 好吧。那小东发给滨崎步听好了，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媒体的记者朋友都会知道我要说什么，八个字，但是听上去绝对像日语。あちまわなしわ，像日语吗？あしたの私はって聞こえた。听上去好像是明天的我。那中文的意思是，上海語その今話した上海語日本語の意味は、靴は壊れてないけど靴の紐は壊れてしまった。日本でもさ、そんな長いこと言ったいの？好，但是我想今天这个要教你现场说一句上海话，在你的演唱会的时候非常的用得到。因为我觉得今天来的媒体的朋友都非常的配合啊，尤其是我们的摄影记者朋友，所以我想教你一句感谢的话。OK, follow me please. 霞霞打打。
加加达嘎。我们都知道你来到上海的行程非常非常的紧张，但是你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お寺にすごいずっと行きたくて、いろいろ日本にいる時からいろんなお寺を調べたりとかしてて、それで昨日行けたのですごい嬉しかったです。一直很想去这个寺，那么在日本的时候我查了很多资料，昨天呢能够去了这个玉佛寺，非常高兴。去到玉佛寺的话，这个有没有收到什么特别的祝福和礼物？ライブスタッフの皆で行ったので、ライブの成功祈願をしていきました。和这个演唱会的工作人员大家一起去的，去为这个演唱会的成功祈福。其实我想这个上海的观众早就翘首期待，我想两天之后滨崎步小姐的演唱会一定是非常的成功，我想媒体的朋友也是有这样的祝愿要送给你。今電話だったの大丈夫ですか？谁的电话是？那我想最后就是想，因为今天所有的媒体的朋友来呢，他们也会把您对中国歌迷的一个祝福和一个祝愿，通过他们传递出去。所以我想最后的时间，您是不是可以对广大喜欢你的中国歌迷讲几句话？そうですね、まずはアジアのステージが、上海でラストになるので、そこまでしっかりこう気を抜かないようにやり遂げることと、あとはもっともっとその上海のステージが終わっても中国のファンのみんなになんか会えるような機会をたくさん作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ので、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首先亚洲巡演上海是我的最后一站，我一定会非常努力，不辜负大家的期待。同时呢，我希望有更多更多的机会。